史高斯，界外球，斯朗拿到，他们的防守真的没得谈啊！一个长传啊，上前抢，安德鲁罗伯逊睇得好通透，接走呢球波啦。个波而家喺美斯度，揾唔揾到机会起脚咧？喺呢度射佢嚟啦！差一球啫，呢一场波嘅结果系点都仲系未知数。啊，入得好啊，成个动作都好流畅啊！呢场波睇嚟仲有得踢噶。keep 住有紀律咧，呢一樣嘢好緊要噶。繼續咁樣踢法，應該好有機會追成平手嘅。後防踢得好好喎，完全唔俾佢咧轉身起腳射門。碧咸，碧咸。在右路去緊，哇！呢啲就叫 power 啦。哈利馬古尼，熱斯。好，而家一個傳球，傳得好，碧咸，碧咸一傳，相信大家都估到噶啦，係時候換人噶啦。安德鲁罗伯逊向前传出，呢个时候咧唔可以咁保守噶啦，系时候咧拱多啲人去前边攻啦。云巴士顿呢一球啊判越位啦，亚历山大亚诺德呢个直线靓啊！嗱喺呢个时候咧，压多啲人上去咧都啱嘅，因为尝试咧想追平啊嘛，后卫都要冒险啦。跳高一跳，好波！嗱，而家呢场波嘅气氛就好好多啦。下个入球系边队咧？传波同入波都系冇得谈嘅。嗱，佢顶呢个波嘅时候咧，佢够晒果断啊！结果咧，对手唔够佢争。呢一场波够晒刺激啊！嗱，依家睇下教练点谂啦，到底应该系守到去加时啊，定系尽力入波，试下喺加时之前咧赢波啦。呢场波睇嚟99%都打和噶啦，不过仲有一次机会喎。美斯、云巴士顿，够钟啦，够钟啦，就快，会唔会有估计唔到嘅结局咧？浪高个波。
完全冇法子能够预计嘅，完全怕同人碰撞嘅。九十分钟啊，分唔到高下，踢多三十分钟啦。嗱，两队都踢得好落力啦，但系两队咧嘅实力都好接近啦，睇个比数就知啦。稍微唞一唞咧，就要踢加时咯噃。兩隊激烈踢咗成九十分鐘，從未分到高下。曼聯真係晚節不保啊，最老土咁都俾人追和。美斯大好機會，咁樣就冇咗啦。哇！呢球波如果入咗，咪可以領先咯。哎呀，真係。史高斯、碧咸試下呃埋去啦。斯朗拿度有机会，斯朗拿度一脚踢走呢个波，曼联立翻个波再嚟多次。朗拿度个波真系要比好啲，碧咸攞到波啦，碧咸传领埋去。这个头槌靓到爆啊！这个波咧，佢顶得系好硬嘅，所以咧能够控制到入波嗰个方向，我们完全冇得救。打破僵局啦！这个球员天生就系晓入波嘅，就算成场状态唔好，都照入。皮球而家喺云巴士顿嘅脚下，史高斯攞翻个波。企啱位接得好好啊！个波向前传，俾个脚唔够靓啊，嘥咗个机会啦！加时阶段踢到一半啦，场波就去到最后嘅十五分钟噶啦，唔知会唔会有咩戏剧性嘅发展呢？比賽嘅氣慾嚟啦！真係睇呢場波都等啲球迷啊！到底邊隊可以頂到最尾啊？馬迪呢一下就話想試下傳上去。其實佢睇啊，睇得局勢好清楚嘅，係俾波嘅把握咧就爭啲過唔到對手啊！斯朗拿度睇你呢下啦！我想他們都很後悔啊！呢球波入唔到，錯過了呢個追和機會咧，真係好令人失望嘅。不過睇落佢哋鬥志都幾好啊！個波嚟到傑斯腳下啦，史高斯將個波送去側翼，向側翼傳球，安德魯羅伯臣位置感一流，擋住呢一球波啦。接咗啲球波啦，防守球员真係好夠警覺性啊！亞倫個波甩咗出嚟，企啱位接得好好啊！
马迪。看看他们想不想到解决方法了，时间就剩下很少而已。杰斯靓波，云巴士顿，云巴士顿尝试埋门。哇，我想他们都吓惨死了，这个波为什么不入呢？就是我都矛了一点，要罚了。去射佢，呢一个时候入波点睇都搞掂啦。最后嗰个啊，时间交系啦，佢哋赢咗啦。比赛期间咧就尽晒力咁样啊去抵抗对手嘅攻势，赢波咧系理所当然嘅。Keyman， 头先场波咧你点睇啊？有乜嘢好过咧？一攻门你就已经入到波啊！当你领先了之后，你差不多是话晒事的了，你可以控制住呢场波嗰个优势继续踢下去，所以我觉得他最后赢波都很应份。今天时间差不多了，节目告一段落，多谢 Keyman 同我哋分析讲解呢一场波，今天真的学到很多嘢啊。